我都动了我的春心了。我好，那个音乐小心一点好不好？音乐收掉好。春风放心点好，你赶紧搞掉。杨宗纬又那个，哇，冰冰姐，肌耐力强不强？核心很强哦。哎呦，哎，恰恰，来恰恰。我有哦。有啦！哇！看一下！再找！洋葱，你这世人唔捌教你，看你学个淑女跳舞，啊你跳舞你无，我若倒落吼，伊这脚开开，啊有一个架势甲我揽落，你拄拄好重要物件，甲我拄着。我是安尼啦，洋葱哥。我好期待啦，期待啦！你安尼我有感受着。关心姐姐会照顾你哦，眼一闭，牙一咬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啊，那后边三位帅哥，你刚好被传得几嘞？还你刚一得几嘞？刚好刚一得几嘞？我再问春桐，我是三下。啊，对不起，教练。这几位推给我胸大。哎呦，你敢看？胸肌。胸肌有。腹肌也有。小腿肌啊，小腿肌，好了，这错用。恭喜姐姐啊！跳舞哈，嗯，洋葱哦，我今天选他，为什么呢？哎呦，女人谈恋爱是就跟剥洋葱一样哦，一面剥一边流眼泪，剥到后来才发现眼泪没心了。哎呀！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他说长发大波浪的。我叫什么长发的长发，那都说大波浪。我就是长发大波浪，大波浪。特地跟洋葱来一段那个。有，我都动了我的春心了。我很害羞。这边。忽然九一洋葱变男主角了，股票大师嘛。然后我五零好像大概十分钟吧。那你觉得跟冰冰姐合作跳的感觉？就是害羞啊，对啊，脸红心跳，小鹿乱撞。不是你还是一号表情？他勇气可嘉，本身舞蹈是你们为什么推派他出来？我本身舞蹈细胞就已经不是很好了。对，不是他跳起来比较可爱。他身材跟我比较还匹配一点啊？是吗？